好，这一节呢，我们主要讲周流神数的组成构架。因为周流神数呢，来源于太公气门，和太公气门一脉相承，所以周流神数用的八门、九星和十三宫都是太公气门的东西。只是说起卦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八字，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年月日时啊，就会影响我们的命运。那我们的数字也会影响我们的运程，或者是我们的财官运。所以周流神数是专门研究数字对我们的影响。周流神数呢，首先八神：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地运、天运。这个里面呢，我在周流神数研究与应用一和二里面都写过这些问题，但是呢那里面写的就有点复杂。因为呢，当初我研究这个八神的过程中呢，就是特别就是看了很多书，六爻、传统奇门和六壬我都看，我解释青龙怎么解释呀？啊，因为六壬里面有青龙在十二地支里面的一个解释，所以但是呢，体系不一样，所以后来我现在用这个八神呢，我和原来的思维就不一样了。但是呢，书里面我没有删，我本来想删的，但是我没有删，是因为我考虑到就是说，当初我的思维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有这种思维，所以。当初就没有删掉，大家看一下呢，做一个参考。那我现在呢，对这个八神呢，的理解是这样，是这个样子。那青龙嘛，对吧？无论何时何地，青龙就代表贵人，代表能够帮助你的人啊。你去生别人，你是别人的贵人；别人生你，别人是是你的贵人。是这样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就把它当成贵人，来考虑。但是临的青龙，它的青龙的优点和缺点的发挥，一定是要用五行生克来发挥的。比如那青运在巳火，对吧？运在巳火的话，寅巳犯害，寅巳犯害，青龙在那个。巳火，所以那你说是寅生巳火，这怎么解释吧？对吧？就是说啊，你做什么事也有很多贵人帮你，因为青龙主贵人呢，对吧？那有很多贵人帮你，但是帮不到点上去，关键时刻帮不到点子上去，不是说人家帮不帮你，那有的人想帮你，能力不够，对吧？这就是说是青龙的那个作用。那你去生别人呢？巳火生那个，那比如几时生酉金呢？对吧？那你就是别人的贵人，是这个意思。啊，就无论何时何地想着青龙呢，就把它想成贵人，那就够了。朱雀，朱雀呢，那个我们要考虑，朱雀的那个像朱雀就文书证件呗。是无论何时何地，他就主文书证件，只要被克了，你这个宫位容易犯官威，对吧？如果容易在文书证件上出问题，啊，他就代表这个，他不代表其他的。那比如，那我在那个书里面写的，朱雀临的亥子丑啊，容易有，对吧？水克火嘛，啊，不是这样的，朱雀临的亥子丑。这是一个隐患，朱雀那个，如果你的子水被克了，比如未土来克，你才说断官非可以。你不未土不克你，你断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它会有个隐患很严重，因为那个如果大运临的未土的话呢，未土克子水，这个这部运里面就容易出事儿。啊，它是一种这种象。你说在运那个那朱雀临的申金呢？那临的申金它也会的，对吧？只是我们去要去拓展什么？朱雀临的申酉戌这个位置，我们要知道他说话带刀，他会说，因为朱雀会说话嘛。那说话呢？因为在申酉戌呢，
就金那主毒嘛，有毒性嘛，所以说话呢带刀，就让人说话呢感觉不舒服。那如果他说到点上去呢，那这人口才非常牛叉。你像主持人他要临这身有虚的话就非常好，他说的话刁钻，并且你还挑不出毛病。现在很多主持人，就我不说谁了，但是几个主持人特别是牛，对吧？但是朱雀林的身那个尹卯辰呢，他说话就不一样了。他说话呢，就是他的说话就带有一木性，木就仁爱关爱啊，他不会像申有虚那个那么刁钻恶毒，或者是刀刀见肉这么具有棱角。而在乙卯辰嘛，因为木星木我们知道就关爱嘛，爱心嘛，所以他就容易做成个和事佬，他就做和事佬做中间人啊什么的，这就非常的那个，就是我们要发善这种思维。你像勾陈对吗，勾陈临到哪就争斗，他就主争斗啊，斗争临到迁移，特别是在迁移这里他有那个勾与林的勾成的话，争斗争怎么争斗啊？路上有争斗，路上有争斗，那路那就是车祸呗。那因为什么发生车祸呢？是因为车与车打架，车与车争路，那不就是车祸吗？对吧？疾病宫林的那个争斗，也就是说你身体那个容易得病，容易得意外，因为金勾成呐，它有金性。它是坤宫的性质，所以它那个也是争斗，所以有意外发生，容易发生意外。那临的运宫它也做争斗，运宫是我们的思维争斗，思维争斗呢就忧愁忧虑呗，愁完一个事情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老是放不开心，老是烦恼，然后不能开开心心的天天过，天天眉头紧锁，那不就主争斗吗？所以我们学艺，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发散这个它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发散的话，你这个周易呢，它学不了，它没法学。比如腾蛇主什么呢？一惊一乍，一惊一乍，不就吓人一跳吗？如果假的呢，也是吓人一跳。对，那白虎是拦路虎。对吧？蓝什么叫白虎啊？就是无，你看我们说血光是烦恼，就是大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做白虎。那路上一个白虎，你会怎么办呢？跑呗。为什么呢？你越不了，它是凶神恶煞。但是我们要这么想的话，那日子还过不过？我们的每个人都会有白虎，只是在哪个宫位临的白虎。对吧？那事业宫临的白虎，说明你自己个人能力超强，你就是别人的白虎，别人克你，别人就是你的白虎。所以他的白虎的特性是怎么来发挥？是你克别人，还是别人克你？他的优缺是以他的就是好处和优点和缺点是以五行生克为准的。那玄武不主其他意思，就主偷偷摸摸的背后做的事情，他就这个意思，没有其他意思。他无论在哪个宫位都是这样的。那临的运宫呢，你说他的想法，他做事就喜欢不告诉别人，偷摸的就说干就干了，你都不知道他已经干上了，那也说明他聪明呢，他能背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人就是非常聪明的。那地运就主人际关系，就主人脉，人多越多越好。天运就主天时，什么叫天时啊？今天天气好，那叫天时。今天下雨了，那也主天时。今年前几年流行苹果手机，那后来流行三星手机，再后来现在我们国人都用华为手机，这就是流行趋势。流行趋势也主天时。那今年呢？前几年流行的黄金色，现在呢，对吧？不流行了。
你就穿衣服，那什么衣服时髦呢？那就是上海的衣服时髦，就所以是上海为时尚之都，这也叫天运。那现在房地产好还是不好，这也称之为天运啊，就是一个地区的区域政策，流行趋势，都称之为天运。八门和九星它俩的含义是一样的，但是呢九星呢我不做重点讲，就是后面再讲，就是但是呢如果这个八门和九星呢你要专业从事这个的话，你肯定要那个，你肯定要背他们的意思，刚开始要背，后面就开始那个了，刚开始没办法，都得背，学啥都得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长的话，你对这个九星的含义啊，了解，你怎么了解啊？你通过自己的阅历去了解，没办法，就是说你随着你在易学这个圈里，你对八卦的了解越深，你对八门和九星他们的意思就会了解的越深。就像那个我天天看交四一零，我为啥看交四一零呢？交四一零是讲究星辰的卦象代表的物的意思，就是它这个介绍的比较多，那我没事就看交四一零，我没事就翻，那我翻翻的我坤卦，我就原来师傅讲的说坤卦说不能做一把手，对吧？那我看了很多牛人的那运功就在申金，所以这句话呢就在用什么场合用，什么场合不能用。后来我就发现啊，官禄宫用，不是官禄宫其他的宫我也不用它。那运功很多人运功都在那个坤宫，对吧？都临着二星，对吧？但是都是一把手。那我就开始琢磨了啊。首先呢，它是平民啊，就是因为坤宫呢主大众的，那乾卦主天啊，坤呢主大众，地为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就是它的普通的就有两个意思，要么是你是普通人，要么呢你是普通人所知道的人，那就是名人呗。但是只是说你的群众基础是大众的，大众是你的群众基础，对吧？有的人出名，在普通人谁知道他啊？但这个人在很有名，业界很有名，就是说在高档场合很有名，在中档场合很有名。这是所以呢，这就是这坤宫的意思。你看我到我这儿来了，就我一想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从哪里看呢？交四一零上面看的，我去了解。所以这个当然了，就是每一个人呢他的阅历他不一样，就是说你大家呢可有兴趣呢，你可以看其他的也行，看传统奇门的九星的含义还行，你看那个反正他们这些象意的来源嘛，都是八卦的本身的含义，就像卯木，对吧？正卦风水里面呢，那个风水里面卯木容易，卯木有问题的话容易得白血病。这个卯木你说怎么得白血病呢？和白血病啥关系啊？不懂，我也不懂刚开始，但现在我懂了，因为我是看中医上面写的，对吧？肝脏为血库，对吧？然后那个因为常理来说，用我们现在的认知啊，就常理来说，那肝呢是那个我们比如白血病，它是骨髓造血功能出问题了才会那个。但是呢，我看中医上写啊，肝脏主血库，所以那我就联想到啊，卯木为出问题的，就容易得白血病啊，原来是因为肝的问题，对吧？肝又代表人，我们的肝胆。对吧？那卯木又代表我们的肝胆，也代表那个白血病啊。这个理解了，要不然那风水里面呢，你咋理解啊？理解不了，不知道他凭什么得白血病呢？就这就是说是我们象意理解的，不是特别够，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些东西呢，就是知识量不够。所以要想把这个周易啊或易经啊或你把它研究的非常透彻，就是我们的阅历要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各行各业你都要懂，你都要去了解，否则的话，你的境界
就是很难那个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就永远是财好啦，财不好啦，就二婚啦，三婚啦，你还站不准。所以呢，那个先九星的含义就是你可以先背师傅的，看师傅的视频，你先背九星的含义，你先背一背。完了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去推移，你的阅历的提升，你随着你对周易这各行那个每一门术数你都研究，因为它所有的术数都离不开那本质就是八卦。所以你对八卦的了解的越来越深刻，然后你对这个九星的含义就会越来越了解。但是你要想专业从事易经，或者专业从事这个给别人策划呀，对吧，预测策划卦师啊，对吧，那你就是你的要求和那个不一样了，你的要求和业余我就玩一玩看一看要求不一样，你对这个八卦象意的拓展你要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来人找你策划了，你就说明天往东走往西走不是那么回事，那策划叫什么策划呀，对吧，现在的策划都是停留在这个初级的业余水平，还专业给别人开馆算卦，我就感觉丢人。策划不是这么策划的，对吧，你像传统奇门里面我都很不乐意，就是传统奇门这很多的专业开馆的人做法做得非常的不对，以压性龙逃走，对吧，都知道女逃男测婚姻，对吗，对吧，那逃得了吗，龙逃走离婚离得了吗，这能量够吗，能量怎么看，这新家丁玉器得神，对吧，丁的能量够吗，你能不能得到贵人相助啊，这贵人能帮得了你吗，然后玉器得神，丁什么主什么香火呀，主什么的，就整这些东西就来了，你做一百遍都没用，你都运作不了，这是一种现实，因为你违反了收益发展的那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不知道这个丁火的能量有多高，你去运作，对吧，说遇到三奇就准备乙丙丁，对吧，三奇的能量够吗，这些因素你考虑过吗，就是所以很多都不对。在我们那个周六神术呢，这些东西呢，你像九星的含义，专业玩这个的，专业玩那个开馆算卦的或也好，你必须对这个八卦的象意的了解的透彻性比业余你要透彻的多，你要紧迫感。业余的呢，了解了解就行了，看看咋回事啊，天台星主面子，对吧，主事业主工作，对吧，你要那个运五星在中，就是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放在第一位的，钱不钱永远放在第二位，对吧，那日星就主名嘛，主名，所以你把名气在运功和事业功临的那个的话，你的名放在第一位，永远放在第一位，对，你要知道这个事物的本质，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你要说是你专业从事，那天台星你得说个几分钟了，你说个十分钟20分钟，它的象意的拓展啊，还有这个十三宫啊，就是十三宫呢，这个东西你必须会背，非常的熟练。因为当初我去真武宫学那个太空奇门的那会儿呢，我对这个运功呢了解的非常透彻，就是不是了解透彻啊，我背的非常的熟练，我背的非常熟，是因为是那个人都有一种那种依赖性，就是一种怎么这种特性，说什么呢，因为我看当初看书的视频的时间，我坐在那里看啊，看着看着，说哎呀，财在酉金，我还在想什么呢，这个财为什么在酉金呢，比如运在丑，说啊，财在酉金，我们看财宫怎么样，那我就在想财为什么在酉金，我还在推在手指上掐，
运凶偶子财哦，在酉金，但是此时似乎已经在讲其他宫位了，那我的思维里面还在盯着酉金。你说我们上课去学习它效果好吗？它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已经讲了下一个问题了，你还在考虑上面的一个问题怎么来的基础问题。那讲到那个你在当你的思维转过来的时候，你在考虑下一个问题了，那下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再讲下一个问题了。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参加面试你就学习的效果肯定是不是特别好，你怎么学？所以你参加面试作用不是特别大，只是说是你花了钱了，你感觉畅快了，感觉痛快了，这不是花钱的事儿。所以你必须对这个非常的了解，非常了解的，并且非常的就是熟练，你必须熟练，没得选择，你必须会背。运宫的对面马上要选择叫迁移宫，迁移宫的三合，你马上要想到配偶宫和福德宫，对吧？田宅宫的三合，你马上想到那个兄弟宫和那个疾病宫，你在这个脑子里瞬间就出来。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千万别来参加面授。你参加面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圈儿，那给钱就来学呗，我管你会不会呢？你要负责呢，你先别来；要不负责呢，来吧，给钱。这是一种现实，因为你就认为那个我给钱了我就应该会，你给钱了你也不会，你有钱没地方烧的话，你像高中小学其实是家长也好，那个老师也好，都会逼着你，你不好好学过罚站，你不好好学过抄100遍我抄10遍，你再不好好学我请家长，对吧？因为那时有高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门槛。上大学呢，老师管你，谁管你？老师讲完课，手一背，拿着教案就走了，对吧？爱学学，不学拉倒，反正那个，到时考不及格，补考呗，不就这个性质吗？你就好好参加补考吧。这是没办法的一个现实，就是说你不会背就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花钱就相当于交学费了，交3000、5000、10000，多少钱呢？完了之后呢，你就来上个培训班，然后第一天呢，感觉呢还听得挺有意思，你听的是意思，你并没有学会。第二天呢，开始听不懂，就机械的记啊，第4天、第5天记完了就开开心心的跑回家了。其实你啥也没学到，你就花钱，反正钱也花了，把这个就心里就敞开了，就这个就这种性质。所以呢，这13宫你必须会背。三合兄弟宫在未土，兄弟宫在未土，三合立马知道亥卯未。这个不带反应的，你必须熟练之后你才来学，你学的才有用，你才能学到哦，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来花钱是来解决你的祸，解决你的困惑的，并不是花完钱了他就没事了。所以我经常怼各位师兄各位益友，怼你，我也恨，我为啥怼你呢？你为啥东西很多东西你不看呢，不仔细看呢？反正就一个劲儿的我问师兄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你要好好学就学。你不好好学呢，就反正我学不了，师兄你看看我给你5000块钱，你给我测一个事儿。怎么样，你舍得花5000块钱吗？对吧，你还是想懂原理。对，你想懂原理那是不一样的，你要不想懂原理你就对吧，另外一种说法。所以懂原理想学这些东西呢，你必须那个自己会自己研究，这是没办法啊。
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要背，你不背这玩意儿，你不背你后面学不好学啊。这是所以这是周六神数的组成构架，这个构架呢你必须熟练所以你不熟练千万别来找我找我呢你也学不懂你也学不会，反正给完钱了就玩一玩凑个热闹那回家了就没啥用。好，那个组成框架就这样。